上次有那个报道啊，就说我老实说我没有仔细看。最近忙着谈恋爱就对了。没有没有，认真工作，我也是演艺圈的打工人。然后现在的心态就是有工作就努力做，对对对。那你有关系你另外一个同事吗？有传讯息给炎亚纶，这个我就不要多说，因为我可能我也不知道详细情况是如何。然后一样同一句话，今天还是很开心能陪老师走红毯，然后我也就是一个演艺圈打工人，然后很开心的们，谢谢你。老师最近有因为就是被爆料心情不好吗？其实还好我觉得反而他最近我们两个父子关系。觉得最近其实是还不错，可能他有看到，就是说我也有努力在我工作上面，也许事业上有一些些小小的起色，他其实也许他有被我的努力给感动吧。我跟他最近算是处得比较好。他今天有叮咛你什么？没有，他说多参与活动蛮好事。我准备要发一个作品吗？哦，有啊有啊，就是但是希望有一天会有钱掉下来。才好意思做音乐，今天拿了奖就给你。好 ，OK。哦、我就拜托拜托。有预算吗？老师有预算，看评审了，赶快啊！评审给我们就丢。真的，做音乐需要很多钱。那但是今天来这边，刚看到很多音乐，我也觉得大家都很了不起。就是在这个其实做艺术环境不怎么样的地方，大家还是拼了命的把事情做好。很屌，不想跟爸爸借点钱做音乐吗？我已经欠太多了，再借，再欠多少了？不好说。你看，你从小时候学音乐，给方老师的学费算欠了吗？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所以不会跟爸爸，爸爸有没有主动跟你说，再发一张来支持？他还是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可他觉得我应该要自己担起责任。那我其实自己也觉得，对啊，如果我再继续跟他拿，然后拿他的钱去做我自己想做的音乐，那就不太 hip hop。所以就自己努力啦，自己努力做。谢谢，女友会支持你。好了，不要这样，饶我一命，谢谢大家，饶你一命，谢谢。